秦长官，出来领媳妇了。领什么？领媳妇了？用发媳妇的方式催促人口。哎，赶紧的，发完我们去下一家了。这实在太人性化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不满意的话，七天包退换吗？一个傻子，给你个媳妇就不错了，还挑肥拣瘦的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我们走了。要，走，下一家。哇，解开麻袋一看还挺漂亮，而且前凸后翘，身材也不错，只是脾气有点暴躁。小伙只是想握手认识一下，却被女子狠狠踹了一脚。我不就是想跟你握个手吗？你有必要这么对我吗？你再敢对我做出什么事情，你就要了我的命。是当世的女王陛下，因为微服私访被王爷暗中追杀，逃命之际体力不支晕倒荒野，这才被官兵捡了当媳妇发给小伙。此时的女王不敢轻易暴露身份，只好谎称头疼的什么也想不起来。王爷正在加派刺客四处搜寻，我这下惨了。点击左下方链接看精彩后续。